选手金妍儿，在上一个赛季金妍儿就获得了中国杯的冠军，这次她的目标肯定是要卫冕。本赛季的自由滑音乐是来自于俄罗斯作曲家科萨科夫的芭蕾舞曲《天方夜谭》。
定了。对，可以说建阳是一个滑冰天才，因为韩国在历史上也没有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出现，但是呢，他作为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他具备了男子单人滑的爆发力、跳跃的爆发力，又具备了女子运动员的协调舒展，所以他整套动作，他的跳跃技术又高又飘又远，在女子运动员当中是不常见的，而且呢，动作质量又非常高。那么说他的旋转包括他的身材都不可能像你一般的女运动员那样能够做到像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所以他可以说他是一个天才，他具备了先天的条件。在金燕儿表演结束之后，我们看到现场雷鸣般的掌声和像雨点一样落下冰场的毛绒玩具，当时那个毛绒玩具的这个数量之多和壮观场面，让我想起了当时的这个在中国杯比赛的斯洛斯卡娅。那么金燕儿这名选手呢也很刻苦，他不但是具有很具有天赋的选手，他现在是师从布莱恩奥瑟，他的编舞是大卫威尔森，可以说都是名师出高徒，而且他是一个星期练48个小时，所以他这么大的运动量来说呢，这名选手确实也是非常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先天很优秀而且后天也很勤奋的选手。对，确实他训练比较努力，而且他的运动，他的教练员也是非常有名的教练员，曾经是1988年80年代非常著名的运动员，但是他很不运气的，就是说他碰上了比他更好的运动员。那么说，大家都曾经讲是一个生不逢时的运动员，是一个千年老。但是在他那个年代，美国运动员鲍伊塔诺是非常有名的运动员，所以他们同场竞技的时候，每次比赛他都要输给他，但是他也具备了世界冠军的水平。技术分66.43，节目内容分61.68，这个节目内容分，也就是说他的5个小分全部上了7。短节目自由滑总分排名第一，金燕儿在中国杯卫冕成功，获得亚军的是安藤美姬，芬兰的叶比斯托是获得了第3名。中国选手刘艳获得第9，许冰书获得第10，王悦仁获得第12。好了，观众朋友，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的2008年三星 Anico 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女单自由滑的比赛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是由王玉明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再见。